疫人员穿着隔离衣，养牛户把牛头紧紧抓牢。算了，三个。牛姐接诊疫苗，一投射到牛只身上，牛只受到刺激立刻跳起来，养牛户连忙安抚，来到户外养牛场。围栏里的牛群一看到防疫人员，拔腿狂奔绕圈圈，乍看之下施打疫苗工作仿佛肉搏战，牛群停不下来，只能另想办法。桌子上摆满工具，把疫苗改装成吹箭的版本，来到养牛场，一头一头瞄准，不是用打的，锁定目标用吹箭发射。肉用牛一般采放牧饲养，比较容易受到惊吓，进而产生攻击行为，所以我们防疫人员在施打疫苗的时候，其实是要非常注意本身的安全。嘉县家畜防疫人员自行研发工具，增加牛结节疹疫苗施打效率。目前全台已经接种疫苗的牛只已经有132,412头，施打的达成率大约77%，预定28号要全部施打完毕。全台养牛场也被防疫应变中心要求管制人车等自我规范，建立阻隔牛结节疹防火墙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汪玉文嘉义报道。